個設計咧就係兩層單位複式啦，連埋頂層，即係叫三層嘅設計。咁係四房三套房嘅設計嚟嘅。咁有啲咩特色呢？大家可以望望呢一層啦。我哋係中廚同西廚嘅設計啦。跟住另外仲有一個獨立嘅工人套房啦，同埋咧係南北通嘅設計嚟嘅。係啦，咁大家如果望到呢一個景嘅話咧，其實成個單位咧，我哋叫做坐北向南啦。咁我哋一個過百尺嘅平台啦，呢、這個平台係可以向南正望曬成個城門河啦，同埋可以望一個黃昏嘅山景嘅。啊，就係呢個單位嘅最大特色嚟嘅。嘅用料咧就再 upgrade 多少少，就係、是、我哋差唔多全部都係會用 Miller 嘅設計啦，同埋個雪櫃咧係會用咗Sub-Zero 嘅品牌。咁我哋嘅成交量咧都幾好，咁好多咧都係三房嘅單位，咁其實好多都係家庭客。最主打嗰個嘅樓王啦，咁啊，因為其實我輕講多少少啦，咁啊，星連天咧，咁其實係我哋星海大行裏面咧最主要嗰啲特色户嚟嘅，咁啊 ，total 有九個，嚇，咁啊，因為星海大行就 total 1,335房啦，咁啊，當中有九個係星連天嘅單位，咁星連天係咩意思呢？係我哋嗰啲羅氏樓梯上即係頂嘅單位嚟嘅，咁啊，非常之罕有。咁啊，頭先睇到個2001尺嗰個咧，就樓霸嚟啦嚇。咁啊，嚟緊我哋逢聖誕節啊，聖誕節咁啊，會率先會開俾一啲我哋之前喺攞咗滿意紙之後咧，我諗差唔多有成超過50個準買家，即係有興趣咧，即係唔好話準買家先啦。咁啊，有興趣嘅人士咧，咁佢哋都想好想睇嘅。咁啊，我哋一直都未能夠開放俾佢哋住啊。咁啊，變咗我覺得隨住個市況啊，所有嘢。咁我覺得都係一個係合理嘅時間，咁啊搶佔呢個市場，因為咧我睇到而家出面嗰個市場方面咧，因為一手市場咧相對嚟講，佢哋都係集中咗喺啲嘅普通嘅分層單位，咁變咗我自己覺得就喺呢個係一個契機，咁我覺得係同埋加上埋近期嘅優才啊，所有嗰啲嘅國內人士咧，咁啊嚟申請香港成一個永久居民嘅情況之下咧，湧咗一批嘅資金過嚟咧，我諗係呢一扎係佢哋嘅首選嚟，咁變咗我自己覺得係可以真係喺。雲雲的樓盤裏面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可以搶佔先機的一個的機遇啊，會係咁樣嗱，或者咁我都借呢個機會可以同傳媒朋友 update 下最新的情況先啦。嗱，而家蘇花咧，我哋星海提案咧，咁就喺九月重推以嚟咧，咁啊其實賣咗49個，咁啊都其實都喺個市場上咧，其實都唔錯嘅成績啦嚇咁樣。咁啊49個裏面咧，咁其實都套現咗5.7億嘅。咁而呢49個裏面咧，當中有我記得到啦，有34間啊，即係70%嘅貨咧係超過1,000萬嘅啊，超過1,000萬嘅。咁啊，呢個咧其實一大好大嘅程度上咧，都係因為自然政府即係推咗一個啲優才計劃之後咧，咁其實都帶動咗我哋呢邊因為你知星海堤岸係一個東鐵線裏面咧一個享受咗一個策略性嘅一個嘅。先天性的優勢啦，因為喺深圳羅湖嗰邊，同埋我哋嘅金鐘嗰邊，啱啱係正中間。咁喺個半小時生活圈裏面咧，正正係呢啲高才嘅人士咧，係非常之見得到，亦都非常之方便。因為無論佢係日後喺香港開始工作，咁啊或者係可以得閒可以翻喺內地，咁都係非常之方便。嗱 ，OK， 咁好啦，咁頭先話49個裏面咧，咁當中咧又有一半。有一半是我哋一個統計啦，咁係一啲優才或者高才嘅人士嚟嘅。啊 ，OK， 咁而家蘇花咁如果整體嚟講就賣咗921伙啦，嚇921伙。咁啊套現裏面咧講緊係超過95億嚇，超過95億。咁啊嚟緊咧，咁啊當然啦，咁啊頭先都所講啦，我係想搶佔呢個先機啦。咁啊，我覺得就應該係時候啦。咁啊變咗咧嚟緊咧。會喺我諗開始呢個週末啦，咁我哋會喺嗰啲星連天嗰度咧，咁啊我哋會率先開放俾之前已經係登記咗嘅一啲嘅有興趣嘅買家啊，咁啊特別係佢淨係咩分層單位都唔睇嘅，咁啊淨係要睇呢啲嘅特色户，咁我哋會喺禮拜六日裏面會率先透過預約嘅形式嚟去開放俾佢睇 ，OK， 好啦。咁啊，至於嗰啲九火裏面嘅星連天咧，咁我都順帶 update 下啦。因為咧，其實之前咧，今年嘅2月嗰陣時候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咧係搶咗出嚟咧，咁係二座嘅49波啊，二座49波。當時候咧，咁啊個成交咗係4,816萬嘅，4,816萬。咁啊個均價係講緊32,000
啊32000蚊。咁呢個單位咧係1505呎嘅單位嚟嘅，嚇咁啊連埋一個1134呎嘅天台單位，啊咁當時候咧都係喺個市場上咧一個唔錯嘅一個幾理想嘅一個成交價嚟。咁啊嚟緊你可能都會問我嗰個意向會點樣啦，你而家笑啦，咁啊所以咧我呢度要參考翻呢個嘅成交作為一個嘅指引啦，咁你去會去睇啦，嚇 OK。咁好啦，咁我諗睇下先，仲有啲咩嘢咧？咁或者咁啊，留翻俾啲傳媒朋友，或者有冇啲咩問題先？因為可能我一講啊，咁可能變咗，可能未必消化曬。咁啊，或者大家睇下有冇啲咩問題想問下？大家可以隨便發問。有冇最新個銷售報傳遞㗎？即係見到個市開始，即係都多嘅成交多咗，會唔會再即係加推單出嚟賣？或者呢個九火星期天，即係有冇最快啲時會推出？會咁嘅。我諗咧呢一轉咧，嗱，不嬲我哋都有啲普通不層都，你見頭先話都有49火，陸陸續續喺由9月開始到到依家，其實係唔錯成績啦，都係一啲標準嘅分層股啦。咁佢做到個尺價都唔差，講緊17000至到23000度。咁我覺得個合約價啦，咁其實都唔錯成績。咁嚟緊咧，我又調翻轉啦，即係可能個策略上咧，就借呢個嘅特色股嚇，咁啊特色股。咁啊，如果創造到啲成績，咁我諗其實係一個唔錯指標啦。咁我好相信咧之後會帶動埋分層單位嘅嚇。咁啊，所以兩條腿走路，我都會兩條腿走路嘅。其他問題都差唔多咯喎，係嘛？好啦，唔該曬。咁快差唔多，咁我都未講啲經濟嘅啫。出年樓價咧，玩咗 share 啦，出 share 啦。而家嗰個即係出年樓價點睇？樓價其實咧，我自己咁睇嘅，其實咧就即係供手嘅情況咧都好平衡嘅，即係而家咧就好多時候都講啲優成個市場啦，喺度討論緊。究竟有咩優勢，有咩優點，咁同埋有啲隱憂係啲咩咧？咁當然啦，其實優勢係咩咧？咁其實好多時候見過成個經濟環境咧，個樓市咧，其實都係睇嗰個息口嘅變化個趨勢會點啦。咁而家咧嗱都唔使估嚟估去啦。其實美息嗰邊咧就好肯定嘅，就係已經見頂啦。咁只不過喺嗰個減息嗰個週期上咧，會係幾時個步伐會係幾快啊？即係幾時會落實去減息咧？咁呢樣嘢唔係我哋控制喺度啦，咁但係問題我覺得如果就算美國減息啊，咁可能香港暫時可能第一關未必跟隨，咁但係係一個很好嘅信號咧。其實見得到近期咧，你唔少可能一啲嘅買家咧，我特別見得到咧，就近期咧有啲喺新界西北啊，咁啊嗰啲嘅剛性盤啦，其實你見得到咧，香港大把好多都人哋有錢嘅。咁只不過採取比較觀望啲嘅態度咧，個觀望嘅氣氛係好濃烈。咁變咗咧，佢點樣可以誘發到佢嚟去買置業咧？咁見到最緊要就係咧，價錢定價合理啊。OK， 咁同埋咧，短樓花甚至乎現樓啊，你見得到都走咗好短時間都走超過1000個單位啦。咁我自己覺得係非常之理想，即係證明一樣嘢係咩咧？其實個市場有錢嘅。OK， 咁即係話咧，如果一個息路係好清晰，話嚟緊，例如啊，就話個減息開始喐手話咧，我好相信預期啦，我估喺第一季尾至第二季頭到啦，係有機會係個減息嘅息路開始發生嘅。咁如果如無意外有呢個息路開始出現嘅話咧，偷步嘅情況會係陸陸續續發生。OK， 咁而受惠喺邊啲咧？咁啊，即存嘅貨尾嗰啲咧，咁特別受惠係鐵路沿線嘅項目啦，再加一啲嘅現樓嘅項目，咁我相信咧呢啲咧就必然係佢會先行先嘅，會清貨先嘅。咁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就火炭方面咧，咁我哋星海大學咧係享受咗呢個好絕大嘅優勢啦。嚇，咁優勢方面咧，咁除咗話個減息見到個見頂嘅信號啦，咁當然啦，香港政府咧，我自己覺得都好大嘅支持。咁因為咧，佢都唔想經濟差㗎，咁啊庫房收益都希望可以反彈，經濟活動可以提升翻。咁見到咁嘅情況之下咧，我睇得到佢嗰個政策上咧，其實係無論係搶人才，又或者係搶資金嚇，咁佢哋喺兩方面咧做到好多功夫。
咁啊，搶人才方面當然係高才通啊、優才通啊呢啲通，即係包括咗七個嘅移民嘅移居嘅計劃啦。咁你見得到咧，其實加加埋埋咧，已經差唔多成接近十萬個已經係嚟咗香港，就即係八萬幾啦，好似啊。咁啊，變咗其實已經收到200,000人嘅申請啦。咁我自己覺得係呢個係個息路咧，係帶動到一啲人才嚟去填補翻個勞動力啦。咁啊，至於喺資金方面咧，咁其實啱啱其實公布咗嗰個新投資移民計劃啦，咁用嗰個3,000,000一個嘅模式啦，咁當然有2,700,000就係喺啲投資嘅股票啊、債券啊，或者係一啲金融產品基金啊之類嘅嘢啦，咁喺300,000當然係投資喺創科方面，咁但係咧當中2,700,000裏邊咧，咁其實可以投資一啲非住宅嘅一啲嘅項目，咁呢個咧你會問喂，咁先講提過係住宅項目未必受惠到，但係唔係嘅，我覺得喺一個協同效應之下咧，如果佢帶動咗資金落嚟嘅話咧，佢有住屋嘅需要啦，再加上埋我哋呢個先講提案咧，係每買一個單位可以買到最多可以買到三個嘅車位嘅，而車位唔好忘記係車位係一個非住宅嘅一個項目，咁變咗咧其實咧啱啱上限1,000,000嚟講咧，其實去買一個普通嘅單位而楞埋嗰三個嘅車位嘅話咧，其實係可以係其中一個受惠的一個嘅情況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好多近期都好多人查詢我哋啲車位之外，當然單位之外亦都係查詢好多車位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嚟緊嘅熱線咧亦都越嚟越多啦，咁亦都而事實上證明咗喺49個單位之前啱成交度有一半係差唔多係我哋啲優才或者係啲高才通嘅，咁啊所以都係其中一個好好嘅地方啦，咁當然啦，我都話講下少嘅憂慮啦。咁個憂慮就係究竟你個所謂嘅減息到底幾時咧？就算你話美國真係減，究竟香港幾時減咧？咁呢樣嘢咧，大家唔難以暫時係未判斷。但我都係講嗰句，個息路一發生咧，嗰成件事咧就會追住落去啦。咁啊，即係有少少人群效應啦。我自己覺得就係咁樣。我暫時今日想 share 嘅就係咁。咁出現樓價。出現樓價，出現樓價咧，我會覺得暫時都係平穩嘅啦，平穩先，難以一個再上調或者下調嘅好大幅嘅咁樣嘅嚟去波動性嘅一個嘅上下。咁我覺得喺踏入第二季中後期咧，我睇好後市我會睇好後市嘅。咁隨住啲貨存慢慢去消化咗咧。我想那個需求仍然是非常大守一守先，我想第一句，因為我想特別是啲零售啊、餐飲啊，頭先啱同啲朋友大家 share 過，咁啊，因為始終少少嘅變化咧，咁啊人嘅消費模式少少變化，咁同埋加上埋，即係最主要係嗰啲美匯指數而家慢慢，因為都即係之前就講完強咯，咁啊而家因為始終係。一個息口，如果美匯嗰邊係假設係美國息口係下調嘅話咧，美匯指數都有機會跌。咁而港元咧跟掛鈎，咁變咗咧個港元嗰個嘅叫個 power 咧冇咁強之下咧，可能有機會貶值嘅情況之下，對換其他外幣咧，咁可能其他嘅例如出外嘅旅遊啊，或者係其他嘅消費咧，佢嘅成本咧變咗相對嚟講提高咗，咁啊變咗亦都留港嘅消費相信會慢慢會好翻啲嚇，咁啊。守住先第一季，咁我覺得第二季中期打後咧，各方面嘅經濟活動應該會好翻之後咧，地產市道亦都會陸陸續續咁樣浮翻上去，會咁樣。咁啱講到車位咧，即係會有新嘅部署，即係車位咧，我都 update 少少啦嚇，因為早輪咧，我哋都有啲車位攞出嚟嘅，咁因為呢個係我哋冇透過任何中介嚟去賣啦，咁我哋純粹係通知翻業主啦，咁亦都賣出咗應該接近20個車位嘅。咁就當中嘅車位嘅價錢咧，講緊由248,000左右，咁至到300松啲，咁即係成交嗰啲，我諗都係集中咗喺大部分都係300,000樓下，咁而每一個車位我哋都配置咗一個電叉電嘅，咁配合翻而家香港政府要求嗰個減碳環保嘅政策啦，咁所以我哋呢樣嘢都係升温提案其中一個我哋走前咗嘅一個嘅。比較客户群的一個的好好的設備咁嚟緊會針對專才再會有啲付款計劃嘅，我唔使嘅特別，因為已經係好優惠，即係而家見到咧，我哋都冇做特別任何嘢，見到已經係49裏面已經有差唔多成
23個，啊23、24個，咁已經係有啲專才。咁佢哋其實我都費事講得太明白啦，因為已經係好多，我哋每日每個星期嘅週末咧係好多嘅啲優才。如果有機會，全朋友你有機會，可能周六日過嚟睇下，你嚇死你，以為翻大陸全部都普通話嘅。啊，你好，就是就是這樣，啊，就咁樣，係係都好得意嘅，真係。終於呢個幾多拍，算個省費。即係好有趣嘅氛圍，好有趣，係啦。OK， 差唔多啦。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